不送了，又乱扔垃圾了。他好会拉，一个顶两个。哎，现在一个瓶子可以买一颗糖吗？他们的兄弟姐妹都跑了，肯定很伤心啊，帮一下他们。业主们，你们看，荔枝树都晒干了，今天开始入伏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做好防晒哦。呵呵，小鳖山，让我找到你了。原来是小蜘蛛啊！来，业主们，猜猜这里有多少个福寿螺卵？它们都藏在哪里呢？哇，这里还有像漏网之鱼啊！旁边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四个可以凑一桌了。这个开始孵化了，长得好着急哦。哇，这个好姿势啊，自己泡水降温，不带全家族过来。这边一头又遭殃了，这三兄弟可以斗地主了，老大都孵化了。福寿螺是外来入侵物种，危害农作物，大家千万